勇哥的最高点评了啊！三四库以后，线路还是依然精准啊！勇哥的评价非常，给我师傅的评价非常高啊！还我！你看我师傅平时给大家录段子的时候，他会说玩玩怎么胡抡一杆了什么的，瞎打一杆。他平时他比赛上，还有追分了什么的，开火了啥的，他线路非常精准，每一杆看的都很细啊。这个球踢上不是什么，不怎么太理想啊。147B 啊，147B。我师傅吴昊啊，我师傅吴昊。勇哥给浩哥的评价非常高啊。对对对，张松林，勇哥，浩哥。平档，平档啊！练练球。这搓的太硬，这搓的也太精准了。这球不用吃库。哎，搓了一库，搓了一库力不虚。这干嘛还说啥呢？要想台球学的多，直播就看夏大哥。哎呀，都开始滚屏了。这球精细，推上去叫扒地带。好，没问题啊，够薄了。什么？水下，水下了。我是个水下。对，有喜欢的可以去小黄车啊，小黄车了解一波。3:30，左大庆，另外一个竹田水魂。你也是3:30，勇哥。勇哥，勇哥，你也是3:30。我靠，借白球。几点了？高干。11:37。勇哥水上一点吧。张松林应该是，这个对，是沧州啊。这也太扎实了 ，K 的这一点毛病没有啊，这也太硬了。下的低杆延伸长好像是那么个球，然后撞完球效果直接就 K
出来，然后他往后倒，嗯，有球。张水上吧，张松林应该水上、啊。给谁念松林了？他想找点存在感。还有最后两杆啊，还有最后两杆。现在啊，那得了。是七千多。我这三千多。那有七千多吗？一次。这边有多少人？三进一。南哪儿的？加起来两千来人。两千三。一进一。上头了。一进一，我先接一下，我看号。都是那个。那小点玩儿，那就10块钱一个。咱这个卡号来发的。三十，勇哥三十。再说我关着，10万块钱我操他妈，我就这。那48都整了，这30差啥呀？你先别买这个吧，10万块钱一个。好，来试啊！我操，你俩卡号起来！卡号！卡号是谁跳的？这我来个二进一的，我拿这个。我来一下吧，拿这个就行了。一下就球了。这球怎么那么难过呀？最后就试一下，这球不进，这玩意儿不太好。刚才跳我都有脚了。这玩意儿是，不是就往前，横一点，然后就往前放。二进一，踩着，干，我单手跳，因为我开始了。单手跳，我也行，你们来吧，多少？哎，我说你都不压钱，你要不就把钱压我这儿，你磕吧，你看行不行？我三千一，我就单手，你听我的，别很别地方过，我就单手，别很别地方过，我就单手，这样。给我5次，我他妈给你15次，那15次肯定不行，包输的。15次太简单，真的老师，我一起走。15次肯定不行，这10次肯定能进，15次肯定能进。这个位置到这儿来，这个球拿那个我就不行，我刚发一盘。15次肯定不行，我肯定完。十四，这球太硬了。我试一下，我看他是不是。